巨石强森入驻 B 站，哔哩哔哩干杯。 B 站想必大家都不陌生，毕竟这是喜欢二次元的伙伴聚集的地方。而在8月16日 ，B 站迎来了一位重量级 UP 主，那就是巨石强森。惊喜不惊喜，意外不意外，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电影使强森在全世界都有广大的粉丝。强森宣布入驻 B 站这一消息也是震惊了许多站内小伙伴。视频内，强森宣布自己入驻 B 站，跟各位小伙伴打招呼，顺带宣传了自己的新电影《速度与激情》特别行动，最后甚至用中文说出了"哔哩哔哩干杯"这句话。不得不说，强森真是这位巨星真是接地气。再来看看强森的粉丝，竟然在两天之内就突破了100万，不得不说国际明星的影响力就是大。要知道，有的 UP 主在 B 站混了几年才几万、十几万粉丝，